季小姐身上没有任何异常之处，是子怡什吗？冯伯，你刚才在验尸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用酒醋把纸浸湿之后再贴到尸身上？你干嘛用干的指头贴在我姐姐身上？都一样。可是如果这样的话，尸身有伤痕是不会显现出来的。都一样的，我都干了这么多年的仵作，这点道理我还不懂吗？可是我记得。 我在古籍《洗冤集录》里看到，灵儿，你少说话。凤溪啊，一定是这个盗贼对玉儿做了什么，才让他不堪受辱，悬梁自尽的。你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我抓住。凤溪，定会查个水落石出，还玉儿一个清白。 干什么？我要给姐姐验尸，今天他们这么做不明不白的。回去。爹，还不嫌丢人呢？你让爹的脸往哪儿搁呀？我哪里给您丢人了？你说呢？堂堂一个大小姐，整天想着干那些下贱人干的仵作活计，这还不嫌丢人呢？仵作怎么丢人了？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人做仵作的话，那得多少人冤死啊？那也轮不着你。 你说你呀，只要听说哪儿死了人，你就像猫闻到腥味儿一样往跟前凑，对着死人一番的摆动，这下好了，你亲姐姐死了，你也省得到别的人去凑了。爹，你说什么呢？难道我喜欢仵作这一行就是错了吗？没错，你哪有错啊？ 都是爹的错，快回房间去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 不行了，风使他差不多了，多谢风使他。没事，带回去吧。是。走，起来，快走。猪肉，卖猪肉，新鲜的猪肉。停！郑胖子，这一整头猪我都要。啥？季小姐。 这么大一头猪，一个人吃得完？你管得着吗？嗯，够吗？够够够！我现在命令你，狠命的踢他两下，然后再用力的掐他两下，最后再放血。记得，小姐，这是谁招惹你了？发这么大火？你管这么多干嘛？让你干嘛就干嘛。好嘞。 冷姑娘就是喜欢你们管得着吗？街坊邻里们都别操这份心了，这季二小姐肯定有耐不住寂寞的。这没有别的好宴，找猪回去。心病好，心病好。行啊，冯大少，等你以后被毒死的时候，我亲自替你好好验验尸。这就不用你操心了。我怎么觉得，你除了跟杀猪的结缘，可是谁都不会娶你的。 你，好，好，好，二小姐跟老朱结缘，那感情好。你给我闭嘴！郑胖子，来二斤五花肉。哎，不用冯大少破费了，这一整头猪，我待会儿原封不动的送进你家。你什么意思？
季小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怎么说这话？人家季小姐是来给我们送猪的。是啊，大娘，一会儿啊，一整头猪就送给你们。风老伯，您不是说验证尸身是否有伤，用湿纸和干纸效果一样吗？那我们今天就来试试，这湿纸和干纸效果是不是一样？你个林清记，你到底闹哪样啊？闹哪样？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，风老伯。刚才我用干纸贴在猪身上，浇上酒醋，伤痕并未显现。然后用湿纸贴在猪身上，再浇上酒醋，伤痕就显现出来了。您说这湿纸和干纸效果一样吗？不是。 这人和猪它能一样吗？人和猪怎么不一样了？难道你和猪一样？你，我说你啊，赶紧的，哪凉快哪待着去，别整天不务正业的。好，行，我会让你们相信我的。林夕，给我站住！不用管我，我也不吃饭。关于你姐姐的事情，你怎么不走了？风侦探，快点告诉我。你爹让我去勘察现场，这是我在院子一角捡到的。 这个不就是块破玉片吗？你错了，只有京城王公贵族才会有的东西，这可不是一般的龙头残片。我看也是。李大人，我认为此案是流窜作案的江洋大盗所为。嗯，应当就是如此。要真是如此。 那这案子侦破起来可就难了。不过本官认为，没什么案子能够难得住你风神探。大人过奖了。一旦有线索，及时向我汇报。是大人。着火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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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老爷，后院着火了！ 好好的就被烧起来了。
是你放的火吧？你跟爹玩起调虎离山了啊？你到底还是爹？你快跟我来！我，哎呀，你干什么呀你？爹，你快看！啊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伤明显是被人掐的。老冯头验的时候没有啊。我早就说了，那样的人伤痕是不会显现的，而且上吊致死的人头骨会因压迫而下陷，这明显表明姐姐是被人先掐死，然后挂到房梁上去。当真如此？当真如此。这一个老风头也太粗心大意了呀。这明显就不是粗心大意，是故意隐瞒。说这管家下午就过去了，这老疯头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、啊？爹，啊，要不要我过去找他一下？我不用，父亲马上就来。哎，灵儿，灵儿，小心点儿。娘，爹还没回来吗？这也没见着人呢。娘，你先吃饭，我去找赵。你拿把伞，风儿，风儿。二小姐并没什么大碍，只是被雨林的感了风寒，没什么大碍，服下药退了烧就会好的。啊，那我先下去了。啊，灵儿，走开！季青灵，你为什么要把我爹推到河里？我没有。风神探，这一定是个误会，灵儿怎么可能把你爹推到河里去呢？我亲眼所见。是那个黑衣人把你爹推到水里的。那黑衣人呢？好了，我本想救你爹的，但是我不会游泳。可我分明看见跑的人是你。我是看你来了，我才去追凶手的。啊，我在凶手的胸前划了一刀，他一定会去买金疮药的。如果你不信的话，去唐家药铺蹲守，整个兰陵县城就这么一家店是卖金疮药的，说不定可以找到凶手呢。是啊，好，我暂且信你。啊，风神探，高郎中，有人一早来买金疮药吗？没有啊，高郎中。给我来一瓶金疮药吧。好嘞，师爷，稍等啊。孙师爷，风神探。孙师爷，您买金疮药作为何用？李大人写字裁纸，不小心把手给划伤了，吩咐我来给他买金疮药。哦。风神探来药铺做什么？哦，我来买点祛风寒的药。师爷，您的药。给，谢谢你啊。那我先走了，风神探。再会。师爷慢走啊。这一天光头，除了县衙的孙师爷给李大人买过金疮药之外，也没有别人买过金疮药了呀。李大人为什么要买金疮药啊？说是裁纸的时候把手伤着了。裁纸的时候把手伤着了，李大人不至于这么不小心吧？此话怎讲？
成你认为我爹是被县太爷给害死的？杀了我姐姐和你爹的两个黑衣人，他们的眼神，他们和我过招时的招式，我感觉是同一个。你的案是当朝探花，堂堂朝廷命官，怎么可能杀人呢？再说了，你姐和他也有过姻缘，我爹与他更是无冤无仇，这说不通吗？灵儿，灵儿，爹，怎么了？李大人派人传话，说抓住一个盗贼，赃物里面有咱们家的东西，要咱们过去认领。偷了东西？我们家什么时候丢过东西啊？是啊，这话从哪说起呀？刘二娃，你家住何方？家里都有谁？小人家住城南二里巷，我爹我娘都死了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。李青灵，这簪子你可认得？这个不是大人进京赶考前送给姐姐的吗？大人，您轻着点。刘二娃，老实交代，这簪子是怎么跑到你手里的？还有这些金银细软，都是从哪儿来的？回大人的话，都是小人捡来的。本官查过你的案例，你是偷窃惯犯，上个月你刚刚刑满出狱。上。大人，我说，大人，这些东西都是小人偷来的，那簪子是从金员外家偷的。那些金银细软是马老爷家的。这簪子是你何时从金员外家中窃取的？好像是四月初一那天夜里。是你害死了金人。大人，万万不可呀。大人，您是朝廷命官，我宁愿不做这朝廷命官，也要将他千刀万剐。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玉儿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何尝不想把这小子碎尸万段？可是国有国法，他害死了玉儿，自有国法来惩治他。快说，你对青玉做了什么？我没杀他，我没杀他。来人，上大刑！哎，大人，我说，那天夜里，我拎着一个麻布袋子在季大小姐房间翻箱倒柜，她突然醒来，我发现后，就立刻用手掐住她的脖子，她拼命反抗，我心慌，便一时使劲儿，不一会儿。他便不再挣扎，没了气息。我怕被人发现他是被人杀害，便从床上抽出床单，拴在梁上，将他吊起，让人以为他是上吊自杀。然后我便顺手拔走了他头上的那根簪子。好你个刘二娃，我灵儿，灵儿。既然你姐的案子已破，她也算是泉下有知了。刘二娃，你可知罪？小的认罪。请刘二娃打入死牢，秋后问斩。
瞅你个刘二娃，你！刘二娃身材这么矮小，他就算站在椅子上抱着我姐，也不可能把我姐挂到上面去啊！给点吃的吧，给点吃的。哎，小姐，给点吃的吧。老婆婆，帮我一个忙好吗？好。你进去吧，不要耽误太长时间。谢谢官爷。啊！哎呀！谁呀？来个小美人给我送饭来了，我刘二娃还真有福气。刘二娃，你戏真好。啥？你说啥？你真以为你能活着出去吗？你要干嘛？姐姐报仇！不要啊，进来，小姐，不要啊！承蒙李大人关心。作为一方父母官，这是本官的职责所在。只是你爹这么忠厚老实的一个人，究竟是谁那么残忍，连他都杀害？至今我还没有找到什么线索。我也是一直派人在查询。哎，风侦探。你说，会不会是季清凌失手将你爹推下河，或者他……我想不出他杀害我爹的理由。不过他跟我说过，杀害季清玉和我爹的凶手极有可能是一个人。莫非刘二娃也杀了你爹？啊！我在凶手的胸前划了一刀。他一定会去买金疮药的。李大人，刘二娃人关在何处？哦，关在死牢里呢。刘二娃，你犯下滔天大罪，死不足惜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刘二娃，扯你的上衣给我看看。有什么可看的呀？刘二娃，喂，你怎么不理我呀？喂，你怎么不跟我说话呀？刘二娃，刘二娃。刚刚还在跟他说话呢。你把他毒死了？我没有，这都还没吃上呢。还不快跪下！我又没犯法，凭什么下跪啊？刘二娃都摆在这儿了，你还不认罪？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在他菜里下了药，毒死了他。不是，他一口我的菜都没有吃。我亲眼所见，他死在你面前，不是你还能有谁？不还有你吗？你，我什么我？我在现场就是我害死的。那你娘要是走丢了，就我一个人在现场，你还管我要娘啊？你胡搅蛮缠，是你自己没脑子。胆大妄为，季清凌，你说刘二娃不是你害死的，那他是怎么死的？回大人。刘二娃是正常死亡，你正常死亡一个给我看看。大人，大人，有个自称是刘二娃他娘的人求见。哦，快请进来。是。二娃呀，我的儿啊，你睁开眼看看你娘啊。大人，录口供当天，刘娃可是说他没爹没娘的。你才没爹没娘的。难不成我们家二娃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？这位大娘，她不是这个意思。之前刘二娃说她爹娘已经亡故了。那我是谁啊？空口无凭，你凭什么证明她是你儿子？你这话问的，拿什么证明你娘是你娘啊？啊？
我娘左胸上有痣，我小时候见过。老夫我左胸也有个痣，你看看我是不是你娘啊？你儿啊，大娘，你别难过了。你看你把大娘给气的，太过分了。风大少，你说你娘胸口上有颗痣，那也只能证明你娘是你娘，证明不了你是你娘儿子呀。我娘知道我屁股上有块胎记，我儿子屁股上面他也有一块胎记呀。谁是你儿子？大娘说了，他儿子屁股上有颗胎记，没说你是他儿子。愿意下。我知道你和你爹一样，可我没想到你会走得这么早啊！这位大娘，二娃的爹是怎么死的？我和他爹在炕上说话，一会儿功夫他爹就断气了。我家老伴儿有遗传病，我公公也是这么说走就走了。可他们爷俩走得比二娃安详多了。如此说来，二娃也是死有应得了。应得，应得。退堂。李大人英明，不愧是当朝探花，不像某些人，只知道眼前那些事儿。哎，风少，你要不要给大娘看看你屁股上那颗胎记？说不定你是大娘失散多年的儿子。好你个林青青！你给我等着。爹，你说老百姓有官司要告官，能把官告下去吗？怎么可能呢？自古民不和官斗，从来都是官官相护啊。古人不都说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吗？古人还说刑不上大夫呢。矛盾吧，你就甭听这古人那古的话，都是骗咱老百姓的。那当官的要是犯罪了，岂不都逍遥法外了？那也不一定。要是皇帝是个圣主还好说，要是碰上个昏君，那可就完喽。爹，我听说咱现今的皇上，那可是百年不遇的圣主。你姐姐被害，多亏了你有心发现了真相，不然她得死得多冤呢。爹爹本来以为这仵作是下贱人干的活，现在看来，世上要是少了这号人，得有多少冤死鬼呀！爹想啊，从今以后，爹爹也不管你了，你爱干嘛干嘛。灵儿，灵儿。哦，爹。爹同意你干仵作了，你怎么还不高兴啊？爹，杀害我姐姐和风老汉的凶手是同一个人，刘二娃不是真凶。什么？老爷，李大人来了。哦，冯熙来了。李大哥。如今凶手已伏法。我来看看青玉，来告诉他这个好消息，以告慰他在天之灵。也好。哎，青灵，我方才隐约听到你说刘二娃不是杀害青玉的凶手。李大哥，你听错了，我刚刚说刘二娃一定是杀害我姐姐和风老汉的真凶。可是我之前还记得你说过，在杀害仵作风凶手的胸口上划了一刀，可刘二娃身上并未见到伤口啊。我确实是在他的胸口上划了一刀，但是有没有伤着他，我就不好说了。我可以从
他的眼神和过招的方式当中可以看出，这一切都是刘二娃一人所为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好，确定就好。哦，一会儿你随我去县衙登记画押，这两桩命案就可以结了。好。这是季清凌的案情陈述，风神探如果没有什么异议的话，在上面签个字，你父亲被害一案就可以结了。可是季清凌明明说过他划伤了凶手，怎么这会儿突然又不确定了？还有刘二娃的死，本官也觉得很蹊跷，还有那个他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母亲，本官越看越不像是真的。李大人，刘二娃可否说过他家住在城南二里巷？正是。大人稍误，带我去去就会。大嫂，大嫂，打听个事儿。大嫂，请问刘二娃他家是住这庄吗？刘二娃？啊，他家以前是住这庄，不过家里早就没人。他不是还有一个老娘吗？他老娘15年前就死了。哎，不过说来，他还跟俺家沾着亲来。他是俺姑表哥的小姨子的舅表弟的小舅子。这样，大嫂多谢了啊。哎，这位小哥，进来喝杯茶，再聊会儿。小哥，再聊会儿。伯伯，别走啊，我找你有点事儿。你认错人了吧？我风少能认错人吗？不说什么，给我上刑。我说，青天大老爷，这个真的不关我什么事儿啊！我不认识叫什么刘二娃的，我更不知道他的胎记是长在脸上还是长在屁股上，都是那个长得俊俏的姑娘，花了10两银子，雇我这么说的。大娘，那刘二娃是怎么死的？我真不知道他怎么死的。那姑娘就让我冒充死人的娘，让我这么说的。那她是什么时间找的？是昨天早上。大人，刘二娃昨天下午死的。那这么说，季清凌是杀害刘二娃的真凶。大人，我认为事情应该是这样：季清凌误杀了我爹，是想隐瞒罪状，并将刘二娃当成替死鬼。但刘二娃断然不会认罪，于是他便杀了刘二娃。再把杀我爹的罪名推到刘二娃身上，刘二娃死无对证，但他又怕害死刘二娃的事情被人发现，所以找个人假扮刘二娃他娘，谎称刘二娃是正常死亡。嗯，想想确实如此。我这就把他捉拿归案。好，捉拿凶犯职责所在就交给你了。县大人之命，捉拿杀害风母做刘二娃的凶犯季清凌。哎，这哪儿跟哪儿啊！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果不其然，少啰嗦，抓人！是。风神探去追他了。是。那季清凌往哪儿跑了？看方向，是向南山的方向去了。
好，我知道了。去！你竟敢跑到我爹的坟前来！爹，儿子给你报仇了！你哭什么？你有什么好委屈的？我好心帮别人抓凶手，却反被人家误会成杀人凶手，我能不委屈吗？事到如今你还狡辩。冯少，你帮别人追踪探案的时候那么精明，你反倒探到自己身上，怎么就那么糊涂呢？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那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杀我爹？我也想知道，我为什么要杀你爹？我问你呢。我根本就没有杀你爹，你不要冤枉好人好不好？大哥，是不是呢？也让我看看。你说什么封神呢？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。这个小娘子长得挺水灵啊，要不抓回去给大哥做压寨夫人怎么样？不赖，把那小子给我干掉。哎，小心！青灵，我压寨夫人，快走！追追追！芍药，找到了。才不会看呢，那么拼！你在说什么呢？小心我撕烂你的嘴！我什么也没说。你索性把我杀了，正好替你解我仇。你别说话了，连庄，我也罢了。要是我的手。封神坛求见，快请，请。李大人，季青灵人呢？回禀大人，在我追他的时候，不知从哪冒出一伙山贼。小心！青灵，快走！追追追！那他的尸首呢？丢到乱坟岗了。两桩命案都在他手里，也算是死有余辜了。小时候，我和我姐常来这儿，我抓鱼，她捡柴，我们会把抓到的鱼蟹都烤着吃。我姐最爱吃烤蟹。哎，那边的火快灭了，快去添点柴。好。青灵。救我！
你救了我，别算是我的恩人。即便杀了我爹，我……那就再信我一回吧。老爷，老爷，怎么样？这都几天几夜了？哎呦，哪儿哪儿都找遍了，没有找到啊！哎，乡下的别院去过了吗？哎呦，这个地儿还真没去。哎呀，我说你能办什么事儿啊？赶快安排人去找。哎，是是，不必去了。凤生，你知道灵儿在哪儿？我在追捕姬青灵过程中，姬青灵暴力拒捕，已被我就地正法。啊！老爷，老爷，哎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，你干嘛拿搓衣板挡着脸啊？搓衣板好看。搓衣板好看。嗯，我看看。让我看看。哎呀，没什么好看的。看看。你的脸怎么了呀？啊？被你爹打的。我爹？我爹为什么要打你啊？我去你家，跟你爹说把你杀了。你爹听到之后就晕了过去，醒来之后就把我一顿拳打脚踢。那很正常啊，这个世界上哪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儿女啊？更何况你都把我给杀了，他能不打你吗？你还笑，你还笑，你还笑！你看我这儿，我这儿，我这儿，我都疼着呢。好，不行，我帮你看看。真的好严重啊！不用你看。喂。我还稀得看你呢，王兄，前面就到李凤西地盘了。嗯，他可是您钦点的探花了，要不咱去他府上唠唠讲话？不可，你知道咱们这次出来就是为了体察民情，正因为他是朕钦点的探花郎，孝婉公主的意中人，我们才不好轻易的去他府上。王兄的意思。不就是想看看他怎么当这个官的吗？确有此意。这一路上听到很多命案就发生在这里。哎呦，嗯，肚子饿了。你的也叫唤了。皇兄，那有一家别院，咱们去找点吃的啊。嗯，走。走，跟我见族长去。你这孩子。你这孩子就满嘴胡扯，喂，是我胡扯还是你不正经，还把我叔给杀了？你再说，你再说。林姑娘，真是不好意思，你炖的一锅鸡，都让我们两个给吃光了。林姑娘，你炖的鸡真好吃啊。没事没事，我不饿。嗯。邓科，你看这世上还是有好人的嘛！啊，我觉得吧，是他们的父母官李凤西教化有方。哎，我说，哎，皇兄，皇兄，你这是哎，林姑娘，借你收下。就当你好心好意，管我们的饭钱。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，我收下啊，收下。哇。这也太漂亮了吧！林姑娘，既然觉得漂亮，就收下吧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哎，胡扯！那天夜里我亲眼看见你那小叔立了个那个小猴子亲。再说，哎，住手住手！姐姐救我！大婶，为什么要打孩子？我打我儿子关你屁事儿啊！谁是你儿子？姐姐，他是我婶儿，背着我叔在外面偷人。昨天夜里我看见我叔在房子里，让他们给烧了。我肚子好酸呐。小姑娘。别听他胡说啊！跟婶回去，婶给你做好吃的。你是杀人犯，我才不跟你回去呢。弟弟，你可知你叔尸首何处？知道。带我去。嗯。哎呀，走，咱们也去看看。哎呀，皇兄，多事儿。你说这王大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怎么就没了？叔太爷可怜，从小就没爹没娘的，娶个媳妇还没生个娃就……你胡说什么？
你来了，。发现什么线索没？我也在帮你。那一起看一下吧。我可以肯定，他是被捂死的，然后再被火烧。这一点我认同。还有一点，他肯定和人厮打，后脑碰到什么硬物导致晕厥后，才被捂死的。这话怎么说？你没看他后脑勺吧？有一块凹陷，一定是碰到什么硬物才会致死而成。果不然，风神探不是白夸的，还有一点，你可能也没发现，他的左胸下面第四根肋骨也是遇到什么硬物才导致断裂的。这位死者是被先谋杀致死，然后再被火烧的。这个我也赞成。你们两位所言可当真？这可是人命官司，这可不能随口一说。就是，你们可不能瞎说，这人命官司。姐姐，那个人就是杀死王叔的人。组长，组长，您可别听他胡说。姑娘，这空口无凭，恐怕很难让人信服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对吧？我就说嘛。这位大叔，可否借两条鱼一用？可以，谢谢。哎，他要鱼干什么呀？啊？全是草木灰。姑娘，这也说明不了什么。老族长，活人身处火海之中，势必会因为着急而急速喘息呼救，那他的口鼻之中肯定会有很多草木灰。可是这位死者口鼻之中却干干净净，以此论证，这位死者是先被谋杀，然后再扔进火里，而被火烧死或是凶手制造的假象。他们两个跑了，快把他们两个抓回来，送衙门去。姑娘，你很不简单吧？还有这位冯神的，您是大人？大人来了，来了。外面有个自称是您老师的先生，快快去请，快去。哎呀，冯喜啊，皇上现在在城南二里乡一个叫林清济的姑娘家里住着。一个人，昨天的庄里边发生一起通奸杀人案，这个姑娘和一个叫风神探的人扒拉扒拉死者的口鼻，三言两语就让事情真相大白了，哼，惹得皇帝老子是拍手称奇，有意思。凤喜，老师，怎么走神了？凤喜啊，我跟你说啊，
自从你上次离京，孝婉公主对你可是朝思暮想啊。啊，这是临行前她托我转交给你的书信。凤七啊，孝婉公主对你可是用情至深，你可不能辜负了她。老师，学生不求当什么驸马不驸马的，只求能永远追随恩师，鞍前马后。娘，娘，谁？现有令堂将其清理送到南山豹子宫，不许报官，否则死票。南山独眼龙。这是我们干的，我是谁我真不知道。皇上，刀下留人。喝，别辜负这美酒。来，再来，不能再喝。够了啊。那黄头，这么好的玉佩从哪儿弄的呀？对啊，这是我多年的好友送的。送的？该随便送人。没事。那有什么呀，不过就是一块破玉嘛。玉没见过世面。无价之宝。啥无价之宝？我们县太爷手里也有一块。就是。不会是你们偷的吧？李凤新那块都是我恩赐给他的。啥？为什么上次你不带我去？
指明要我，说不定可以救你了。带你去也没有用，我不能因为我娘把你丢人不顾。到了那里的时候，我才庆幸没带你去。他们是铁定要置我们于死地的。是时候让真相大白了。速速说来，灵儿，剧本完了，剧本完了，灵儿，灵儿，你没事儿啊？快，跟爹回家。爹，你先去那里等等，我还有点重要的事情要办。要有好戏看看。大胆纪青灵，你潜入死牢。杀害凶犯刘二娃，罪该处斩。本官原以为你已伏法，没想到你竟然死而复生了。既然你还活着，按本纲律令，恶意杀人者罪该处斩。来人，将纪青灵打入死牢。大人，先等等。生好戏，恩人。哎呀，这里没什么好看的，咱们回去吧。这又是怎么回事？刘二娃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把他放到刘二娃的饭里就好了。让我来告诉你们吧，这个是桂系丸，吃了之后就会像死人一样断气，但五个时辰之后你就会醒过来，那时候他们就会把你放入乱坟岗，我会来找你，让我把你安装。好的，大小姐，只要能救俺刘二娃的小命，一切听你安排。好。李大人，既然刘二娃没有死，我杀人的罪名就不成立。好，潜入死牢，劫走囚犯，形同劫狱，也是死罪。来人，将纪青灵和刘二娃一并打入死牢。我没杀纪青玉。慢着。大人，不如让他把来龙去脉说清楚，到时候再处置也不迟啊。朗朗乾坤，岂容他人胡言乱语？李大人，依我看，就让这个什么刘二娃说下去，看他能说出啥子丑寅卯来。刘二娃，你既已招供，还有何可说？是你花一百两让我去顶罪的，你放肆，竟敢污蔑朝廷命官！老赵头，你怎么知道他是污蔑？难道你明白来龙去脉？我，李大人，依我看，你才是杀害纪青玉的凶手。放肆！哎，李大人是朝廷命官，怎么可能杀人呢？封神探说的是，本官是百姓的父母官。怎么可能残害百姓呢？李大人，民女翻阅古籍，找到了一个可以查明杀害我姐姐真凶的方法。什么方法？古籍上说，但凡被掐死的人，脖子上都有凶手的指纹，而且时间越久，指纹越明显。只要开棺验尸，查看我姐姐脖子上的指纹，就可以知道凶手是谁。好，明天一早，开棺验尸。退堂。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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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爹。灵儿。我们回家吧。走，回家。等等，这两位是我的朋友。爹，你可得好生招待。哎，不用了，我
我们已经打扰你们很长时间了，就不用了啊。就是就是，既然是我女儿的朋友，那就是我的朋友。本员外今天高兴，到我们家好好的吃一顿，再给你们准备两间上房，好好的休息啊。哎，走走走走，请请请请，走，啊请，来来来来来。吃菜。老夫今天高兴，小女失而复得，咱们可得多喝几杯啊。啊，老哥，我陪你一杯。干。邓哥，你怎么不喝啊？好，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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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季员外，来来来，请。你们两个怎么现在才来呀？赶快坐下吃饭。草民即清临，封诏叩见皇上。灵儿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爹，在您左手边是当今圣上。你们怎么认出朕来的？啊！哎呀，草民有眼无珠，草民叩见皇上。哎呀，都起来吧！啊，谢皇上。说说吧，怎么认出朕来的？禀报皇上，您上次给青灵的这块玉佩，镶刻的乃是五爪金龙。除了当今圣上，谁敢随时携带？就是说皇上赏赐，也不敢轻易阻拦。还有，您喝醉了之后说了一句，送了李凤熙一块一模一样的。您不是圣上，还能有谁？哎呀，喝酒误事，喝酒误事啊！不过，你家的酒菜很好，朕很喜欢呐。皇上喜欢就好。季员外，你家的茅房在哪儿？我想方便一下。啊。我们家的茅房在外面呢。啊，我去方便一下啊。请。恩人，他们到了。原来是青灵啊，把他放下。我还以为是来毁尸灭迹的犯人。想毁尸灭迹的，怕是另有其人吧。凤熙，微臣叩见皇上。谢皇上。皇上，臣担心半夜会有犯人前来毁尸灭迹，故而臣要赶紧将季青玉尸体掘出，妥善保护。我还是头一回听说要妥善保存尸体，是往棺材上倒油，然后点上火。我，李大人，请问皇上赐给你的五爪金龙玉佩呢？凤熙，朕赐给你的玉佩呢？臣不慎将玉佩丢失，望皇上恕罪。你可知道？皇帝赐给臣子的物品丢失了，是要掉脑袋的。皇上，玉佩在此。这块玉佩是我从李凤熙卧室的抽屉里找到的。皇上，这是杀害我姐姐凶手留下的。什么古籍，什么尸体上的指纹。都是我故意说的。你们这是自投罗网！
一看朕穿这身袍，是不是更合身些？三弟，你叫皇上。三弟，你这是何苦啊？朕可是待你不薄啊！是啊，皇兄，你待我真的不薄，奈何我心有不甘呐！凭什么你的子子孙孙都能当皇帝，而我的子子孙孙却只能俯首称臣？这不公平啊！是不是啊，皇兄？啊！你，凤溪，你还等什么？送先皇上路吧！封上，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，我在杀害你爹凶手的胸前划了一刀。原来真的是你，我要为我爹报仇。冯师太，冯熙，你说说吧。罪臣刚返乡任职时，一天半夜去找季青羽，青羽，我们以后还是以兄妹相称吧。
3年，就等来你这么一句话。你有所不知，一入宦海，沉浮难料。我今天可能风风光光的升堂办案，明天就有可能身陷囹圄。我是怕你跟着我受牵连，是吗？我早就托人在京城打听过你，你中了探花之后就被那个孝婉公主给看上，说是怕我受牵连。你是想去当你那个驸马爷吧？嘘，小声点。这样，你想要多少钱，想要什么东西，我都能给你。你的命！我杀了你！放开我！皇上，如果不是季青玉想要杀了臣，臣也不会失手将他杀。李凤熙，你知道吗？你仅仅刚考及为我姐姐最后一次死命，我姐姐已经有2个月没有来月事，她怀了你的骨肉。不娶她，她还能活吗？朕钦点的探花，你看看你自己，成了什么鬼样子？罪臣知罪。罪臣刚刚返乡任职时得了一种怪病，每到一位老隐士中，只要服下7749人之天灵谷所制的秘药，身体就能变好。谁知？这药还剩几副？再有2副药，大人的病就彻底痊愈了。拉出去斩了！臣谢皇上隆恩。青玉，我对不起你。三弟，你身为王爷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你还不知足？皇兄，皇兄，臣弟知错了，念在你我一母同胞的份上，皇兄，你饶了我，你饶了我吧！你押解京城候审，皇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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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皇兄，你就饶了我吧！皇上，草民也罪该万死，杀害山匪，十几条人命。你深明大义，还救了朕的命，也算将功补过。朕赦免你无罪。谢皇上。起来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。季青灵求真为民，朕心甚慰，特赐金牌5座之衔，并昭告天下，废除5座之贱籍，5座之子孙皆可参加科举，入朝为官，封少封审探探案神明，替代李凤熙兰陵县令之位。钦此。受了这么肉啊！